不要生气嘛，对不起了。那不然我今天不碰手机，我帮你。你完蛋了，都在忙工作啊，都不理老公，惩罚你，我要吃早餐喽，早餐还没吃。啊，妈你，小飞，妈今天特地跑一趟来做饭给我们吃。我们应该好好陪她吃顿饭啊，但我看你一直在用手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有一直在用手机啊？而且我有想要好好陪妈吃饭，所以我后来都没有在用啊。我觉得你这样没有尊重妈。我不尊重妈？那妈来，你没有跟我说一声，你是有尊重我？不是啊，妈，她本来就有这里的房间，啊，她本来就有钥匙嘛。难道我要跟她说，妈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所以钥匙还给我，你不要再来了，这样子吗？杜伯谦，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我的意思不过就是，妈要来的时候，你先提前知会我一声，有这么难吗？这样才可以避免今天早上这么尴尬的状况嘛。而且你习惯妈动不动就过来，我还不习惯呢。好。妈要来，我没有讲，是我的不对。但你有必要连假日都在忙你的工作吗？我哪有连假日都在忙我的工作啊？哎，以前就可以体谅我工作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行啊？不是，你也是人吧？你也需要休息吧？啊，有必要从早上一直传简讯传到中午吃饭那两个小时的时间休息一下，不回讯息怎么了？那是因为小林他就是特别需要我，所以我才一直回他讯息。那我也只是心疼你啊，不可以吗？菲菲，我们出去走走。最近总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感觉好像结了婚以后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可是一切真的好不一样哦。我变成了你的老婆，也变成了媳妇，可我也还是姐姐，还是姑姑，还有工作。我每件事情都想要把它做好，可是我越是想要做好的时候，我就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乱七八糟了。然后惹得你不开心，妈感觉好像对我很失望，小林也在生我的气。小飞，以前你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不怕，很潇洒，我觉得那样的你很帅啊。但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我说过了，也许我没有办法每天逗你笑，但我绝对不会放你一个人哭。我想象中的家是什么模样？会不会有一只猫、两条狗、一缸子的鱼跟一屋子的小孩？我还没有很清晰的画面，唯一确定的是那个家里一定要有它。